看到没有，挖机都准备好了，今天挖个100斤，好，再走。这里有个洞，这里应该是养殖场那个原来住的那个螃蟹，给它拉两铲子，看好好不好抓。大哥，哎，你不是安排挖机吗？开过来啊。这种小洞不先不先不用挖机，小洞嘛，是吧？啊。大哥，挖这么深了，该上挖机了吧？这马上倒了，不用上，一会儿下一个大洞，这马上都倒货。来，我去，哇，一跳一跳的出来了，就这玩意，你说上挖机，啊？我感觉是在侮辱挖机，是吧？一跳一跳的就出来了，勉强2两。第一只螃蟹，放了吧，走你，不要了。这下面好像有，哎呀，还真是，镜头看过来。在这，哎呀，这种洞都能被我找到，这是爪印，螃蟹的爪印，又上货了。大哥，挖机搞过来吗？不，这种洞更简单呢。哎，这种洞，没有那么深，很浅的，是吧？不是，咱不想上挖机，不是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可能就直接就倒。往这里面一点点，不深的。看到没有？直接就给我挖出一个。连这么浅的都要上挖机，以后传出去我还怎么挖蟹，是吧？来了，嘿嘿，上货，4两左右，漂亮，第一只，好。这都是新鲜的泥巴，螃蟹挖出来的，上面还带脚印。老刺激了，就我现在掏出来这件土哈，是一米左右的，它已经就这点土，它可能已经挖了1米，更别说原来的基础。搞它几铲子，看搞不搞得到。大哥，安排挖机，一会儿，不着急，挖不动我就喊挖机来了，好。挖机，马上到了，你看又到货了，这种这么简单的，你看这螃蟹不是又出来了，这么简单还能上挖机吗？这上挖机肯定不香呢，是吧？好，哎，这只可能大一点，6-7两吧，漂亮。来吧，上货。这有刺，难怪这个都没人挖。在这下面，洞很大，这只大螃蟹。有刺的，旁边去。
这能看得清洞口了吧？正门口的这个脚印，哦，哪里有蚂蚁窝？哪刺激？向上的洞，向上的洞啊！嘿嘿，带纹身的搞一个。哎，我不管你有没有纹身，挖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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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放心好了，你活，你死之前肯定会看到挖机挖螃蟹哈。一路向上，哎呦，哦，哎呀，不是一路向上，这只螃蟹被我开瓢了，被你开瓢了，嗯，凉凉的，领盒饭，看到没有？我这挖、挖蟹多少年了、啊、头一次被我干成这样。平常在我视频里面出现被开瓢的也一般都是他们干的。我就是觉得一路向上一路向上，我就觉得洞应该没到底，一直藏下去就给他开瓢了。哦，不得了了，这个螃蟹呵呵全是足迹。这个螃蟹大，这块石头也大。挖机，挖机，挖机，这样挖机来，这样轻轻的往边上一拎，那螃蟹就在下面这样了。这还有个偏洞，给它搞了，先这边先开一个口子，哦，可能直接直通这里呀、啊，哦，哦，嘿，嘿，哦，哦，哦，这个洞大哟。哦，关键简单啊，洞口在那，通到这里，啊，又要省挖机的钱了，是不是？嗯，是。哎，这个挖机用不上啊，感觉。根本就用不上。怎么底下有编织袋？底下应该有来养殖场堵漏水的。嚯嚯嚯嚯！嘿嘿嘿，啊，嘿嘿嘿，嘿，大老弟，大老弟别咬我哈！直达天灵盖，直达天灵盖，哎，哎呀，直达脑门，一只两只，两只吗？我感觉摸来摸去全是腿。哦，那就有两只呗。有一句话怎么说呢？夫妻和什么？吃短了吧？吃穷了吧？叫你多读书，不要去挖螃蟹。嗯，我的志向不在挖螃蟹，我要学好你这门手艺，我要去旅游，我要去西安。那不行的。两只，第一只哈，嘿嘿，主要这个对蟹觉得太顺利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虽然不是特别大，但是它太顺利了。太爽了，这种感觉。一对，又是爆桶的一天啊！这么漂亮的一个洞口，上货了哈！嘿，快乐的一天啊！今天太热了，奇怪了，立秋了还这么热。秋老虎嘛。前几天可能那阵西南风太凉快了，搞得这两天热起来都有点不习惯、哦、嗯，我去，以为这个洞软，结果还是这么深。哎，摸到深了一点，好的，摸到
来了，嘿，上货，漂亮，4两到半斤，爽，嘿嘿嘿，星星回家啊、哦，抓太多吃不完，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啊，晒晒今天的收获吧，哎，哦，也不多也不多，才10斤8斤的，最近很久很久没有挖到说1斤多的哈、哦。反正都是不大，半斤多的占多数，小的我们也没挖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我视频加关注，拜拜，我们下次见。